你好，这是留日生活，来自日本富山。今天遇到菜地挂点蒜苗，回来做好了。你好，今天我们是用这个大蒜来做一个我们山东最有名的也最经常吃的饭，疙瘩饭。为什么要用这个蒜来做呢？因为平时要单独吃这么一颗蒜，一两顿才能吃完。我这一锅，我这些都做上，杀毒消菌嘛，或者说杀菌消毒嘛，都可以，对吧？我们富山啊，现在这个病毒啊，疫情挺厉害的。这一个月的时间，从没有已经涨到了，昨天是177人，死了2位。所以今天孩子也在家，我五一也放假。今天我就用这个大蒜来做杀菌消毒的疙瘩饭，防止感染。五。防治心脑血管疾病，大蒜可防止心脑血管中的脂肪沉积，诱导组织内脂肪代谢。六，保护肝功能，大蒜中的微量元素硒通过参与血液的新陈代谢，清除毒素，减轻肝脏的解毒负担，从而达到保护肝脏的目的。七，旺盛精力，大蒜可以有效地补充肾脏所需物质，改善因肾气不足而引发的浑身无力症状，并可促进精子的生成，使精子数量大增。八，预防感冒，可以预防感冒，减轻发烧、咳嗽、喉痛及闭塞等感冒症状。下面呢，开始制作。热锅以后，加入食物油，煎炒肉丁。肉丁炒到八成熟的时候呢，加入一点醋，这样可以去除肉的膻味儿。
炒出来的肉呢特别鲜嫩，然后加入姜末，再加入海米爆炒，最后再加入一点酱油调味儿。最后加入酱油和香菜，准备出锅。这样吃蒜能多吃点，并且它有饭了，就不用再吃米饭了。我们家把这个疙瘩饭叫万里飘香，从小我儿子就愿意吃。我一说做万里飘香，叫干什么干什么，特别听话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，谢谢你的观看。我们下次再见。